气爽，聊聊天，海阔天空。欢迎来到状元棒棒糖，在这里你有两个选择，斗智答题长知识，请说出两种肉食性动物。豹子，我吧。斗友，游戏显身手。哎呦，差一点！头戴状元帽，身披状元袍，胸前一朵大红花。状元骑马，夸一夸，来吧！金榜题名，马到成功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，状元棒棒糖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！您现在收看到的是由广州长隆度假区冠名播出的《状元棒棒糖》，好棒好棒，太棒了！今天我们到哪儿了？我们在广州长隆野生动物世界。非常多啊，大家有秩序的去领取号码牌，然后呢一一上场和我们互动。我们下面要有请出我们特别可爱的赶考小橘子，有请你们。哎呦，小宝贝，哎、小妹妹，他俩加一块估计超不过七岁。你几岁？三岁。三岁。三岁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可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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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可盐可甜，可盐。你叫什么？我叫小婷和小婷什么？你的大名叫什么呀？大名叫依晨。啊，会说儿歌吗？啊，在小小的花园里面挖呀挖呀挖，小小的种子开，小小的花，在大大的花园里挖呀挖呀挖，大大的种子开，大大的花，在特别大的花园里。为什么呀？会背诗吗？咏鹅，咏鹅吧，咏鹅。鹅鹅鹅，开始。初夏小哥哥，蓝毛浮绿水，风筝落金波。哎，知子莫若母，一般妈妈对孩子才艺都很熟，还会什么呀？走模特，哎，来一个。哎呦，啊，走。现在看到的是我们春夏系列的高定款。往哪儿走？一个人脸上写着迷糊，另外一个脸上写着蒙圈。给观众飞吻一个好吗？飞吻一个，好的。爱你们，谢谢宝宝。两位小朋友，你们是选择斗智啊，还是斗勇啊？你们谁想选这个姐姐？举手。好，谁想选这个姐姐？举手。好，有一个，谁想选我？举手。啊，没有。你想玩游戏还是答题？他指我了，好像。他指了一下。指了一下是吧？嗯。两位分别选择了斗智和斗勇，我们先玩游戏吧。你是我的啦。那俩人一块儿举。来，俩人年龄加一块也不到七岁啊，我们做一下准备。要掉下来了，接住他。哎呦呀，没看到。哎呀，看着点。哎呀，哎，是上面那个妹妹，上面的，下面的。看着这儿，来，看着，松手了啊。哎呦，厉害了，再来一个。这难度太大了，算得个小探花啊！来，现在你们俩一块答题去吧。来吧，
小朋友年龄比较小，不抽题库里面的题了，我们来点简单的题啊。好，你俩分别学小羊和小牛怎么叫。小羊怎么叫？回答正确。小牛怎么叫？但差不多都是那种，算正确。好，下一道题库就难了。小鸭子的嘴是尖尖的还是扁扁的？看一下手，我们用动作来表达。扁的，对，扁扁的。哎，所以说那个歌怎么唱的呀？门前大桥下，有个小伙子呀，快来，小伙子。4 6 7 8，哥哥的呀，这多呀，数不及的小鸭。好的，非常棒。最后一道题目，请听题。有一种动物叫孔雀，请问穿着漂亮衣服的孔雀是孔雀爸爸还是孔雀妈妈？孔雀妈妈。为什么？妈妈最漂亮。回答没问题，妈妈最漂亮。这道题目呢，两部分，第一部分妈妈最漂亮，回答正确。对。第二部分呢，孔雀这种动物啊，是雄性比雌性更漂亮，所以今天呢没有当上小状元，但是当上我们文科的小榜眼，以及五科的小探花。啊。两位小朋友到我们的棒棒糖夸关。啊，谢谢。挥挥手跟大家再见。不用选拔，现场报名，马上参加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状元棒棒糖。大家好，我叫李玉前。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克拉玛依市的杨浩俊。那你俩怎么选呢？一块斗智。谁先来呀？你先来。我先来。选三个。好。11。成年大熊猫的体重约 A 是7到15公斤， B 是70到150公斤， C 是700到1500公斤，请选择 C。 好，对吗？回答错误。那正确答案是70到150公斤。你说的那个重量其实跟大象可能比较接近，大象一般在1吨以上，大熊猫没有那么重。谢谢。来下一位。17。红腹锦鸡是中国特有的一种鸟，对吗？对。回答正确。这题确实都有点难度，谁见过红腹锦鸡？红腹锦鸡长什么样呢？我一说你们马上就明白了，我就三句话就能给你讲清楚。第一，拿出手机；第二，打开搜索项；第三，搜索红腹锦鸡，你就能看到图片了。哎呀，好，来下一题。46。黑猩猩的耳朵长在 A 头两侧， B 头顶上。头两侧。回答正确。正确。还差一道题，看能不能当状元啊。状元是什么意思你肯定清楚吧？古代科举考试第一。哎，什么样的人能拿到状元？学富五车。哎，才高八斗。52题。请问被称为沙漠之舟的动物是？这题考你们太合适了，你就是来自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。来，沙漠之舟。 你告诉我们答案是什么？海市蜃楼。你下来吧。动物。沙漠之舟。3 2 1。回答错误。来自新疆的小朋友集体给出答案。骆驼。沙漠之舟。所以掌声送给我们今天的文榜眼和榜眼身后的男生啊，两位现在此时此刻有什么心情？很遗憾，就感觉就是自己在生活在这种环境中，但是这道题没有答上来。自己生活地其实就有骆驼，对吧？对。但是没关系的，
人生中会有许多的境遇，有可能这次答错题反而是一个好的事情。对，好吗？学习更多的。来，两位，请。啊、来，有请，谢谢你们，谢谢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，状元棒棒糖，免费报名，免费答题，免费领奖。现在走过路过的小朋友，赶紧来报名啊！跟我们做一下自我介绍呀。我叫曾德月。那你是从哪儿来呀？我从河源来。河源？哦。河源，爸爸妈妈在哪儿？河源，哪个城市？对不起，广东河源。河源，广东河源。河源，河源有吗？我们的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，上来，上来，这是小朋友的爸爸。您手机给我，我帮您拍。哎，这是第一次上少儿频道的节目吧？是。以前我小时候也一直看央视的少儿节目，从大风车开始看起。大风车预备开始。对，大风车真呀转悠悠悠，是真喜欢，看得出来啊，好不好？啊，那既然今天带着女儿来了，咱就你们两位就合二为一吧。啊，小曾，你选斗智选斗勇。答题。来吧，跟爸爸一起啊。来答吧。好，给爸爸。好。就您自己带他来的吗？哦，对。妈妈没来吗？妈妈在复习考试。哎呀，你给妈妈来一个视频通话。他看到你会挂掉吗？一看是谁呀？妈妈叫兰凯斯。您好。妈妈已经懵了啊！妈妈已经懵了。你捡到他的手机了？你好，我们现在是中央电视台的节目在录制。您的老公和孩子呀已经上台了，妈妈马上开始挑战了。好，爸爸跟孩子一块答题，您看一下啊，十二号，十二题，请听题。幼年大熊猫自然断奶的时间大约是，哎呀，爸爸眉头一紧，不要着急，有选项。 A 一个月， B 三个月， C 十八个月。 B 三个月。十八个月太多了吧。妈妈，大熊猫多大断奶？我觉得应该是十八个月吧。就看你听不听夫人的话。嗯，十八个月。回答正确。哇，好，一首听妈妈的话送给你。听妈妈的话永远不会错。来，继续来。耳鸟和鸵鸟谁的老家在澳大利亚？耳鸟。耳鸟回答正确。太厉害了，连对两题。请继续听题，最后一个题。85。阿拉伯狒狒是狒狒中体型最小的一种，对吗？对还是不对？阿拉伯狒狒。阿拉伯狒狒。爸爸，什么狒狒？阿拉伯狒狒长什么样子？现场有搜的。妈妈，阿拉伯狒狒是非洲体型最小的狒狒吗？我觉得是。爸爸，请选择，是听妈妈的话还是不听妈妈的话？不听妈妈的话，不是最小的狒狒。他的答案是，是对的，所以你回答错误。哦，妈妈，恭喜你，有一个好消息和一个坏消息，你先听哪个？好消息是你答对了，坏消息是爸爸没听你的。回家不会出事吧？没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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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掌声送给我们的新晋榜眼小曾，曾德月和他的爸爸。来，请到我们的状元棒棒糖，享受您的荣耀时刻。没有面试，不用选拔。现场报名，马上参加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，状元棒棒糖。犀牛头上长角的是公犀牛、母犀牛，还是公犀牛和母犀牛？都长。回答正确。野生大象主要生活在哪两个大洲？非洲和亚洲。回答正确。黑猩猩的老家
是在亚洲还是在非洲？非洲。回答正确。长鼻猴的鼻子长得像什么？长得像长茄子，还是长得像菜花？鼻子长茄子。正确。西游记中美猴王，它的原型可能是哪一种动物？ A 金丝猴， B 蜘蛛猴。金丝猴。回答正确。请说出至少三种猫科动物大家族的成员。老虎、无毛猫、狮子。正确。绵顶龙主要是爸爸还是妈妈照顾幼崽？爸爸。回答正确。成年的舍特兰矮马可能有多高？ A 50厘米， B 1米， C 2米。50厘米。回答错误。那正确答案是多少？1米。1米。请问山魈的犬齿有多长？ A 5到6厘米， B 呢是10厘米以上。5到6厘米。 B。 A。你在哪儿看呢？回答正确。正确。第二道题目78题。袋鼠跳动奔跑的速度非常之快，时速呢可以达到100公里以上，对吗？错。回答正确。青蛙吞食时要做什么动作？A 跳三跳， B 叫三声， C 眨眨眼。我们强调一下，这个三呀只是一个虚数，不是真的是跳三下，就它是会跳还是会叫还是会眨眼。会眨眼睛。这道题目给出的答案是否正确呢？正确答案是眨眨眼。因为青蛙的吞咽肌肉啊是和眼部后面的肌肉相连的，所以它往下吞的时候，它的眼睛会下意识的被肌肉带动闭上，所以恭喜领叔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状元棒棒糖，免费报名，免费答题，免费领奖。现在走过路过的小朋友赶紧来报名啊。问一道问题，旁边啊这有一个嘴特别大的鸟，这个鸟叫什么名字？谁能答出来直接送一份礼物。来，漂亮小姐姐上来。小姐姐太搞笑。哎呀，还有，快来快来快来，好看。哎呀，有耳朵又有，叫什么名字？谢小文。你怎么那么可爱呢？特意为了今天看白虎的。哎呦，刚才我们问问题了，这种动物是什么？金刚鹦鹉。来，过去照一张照片好不好？过去，来，就站在旁边。你看，就得像这个小姐姐这么勇敢，对，才有机会上来照相。金刚鹦鹉，帮她来，看我们的，来，3、2、1。哎，回去发朋友圈的时候写清楚了，我今天啊和巨嘴鸟妥空照相了。嗯，好嘞。哎，好吗？好，谢谢。千万别写金刚鹦鹉啊，金刚鹦鹉在上面。这个是，这个对，抢答了。来，那现在说一下刚才照相的那个叫什么？巨嘴啥？巨嘴还是没人听。巨嘴鸟吗？叫妥空。妥空。哎，完了，两个字比较难记。妥字不会写。你看，不可怕，空字你也不会。空字是。一个空加一个鸟啊，来吧，那今天这么可爱，做一个可爱的动作再离开好吗？做可爱的动作，哎，特别好，可爱。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没有面试，不用选拔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状元棒棒糖。宜昌的丁一。丁一小朋友，爸爸妈妈为什么给你起名叫丁一呢？我爸爸觉得这个名字太简单了，所以就叫奶奶给他换这个名字，结果奶奶不同意，结果就给我起了这个名字。原来这个名字好像是给爸爸准备的。问问爸爸，讲解讲讲。这个我当时是跟他取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是说实话有点骗他啊。这个丁一说，并不是开始跟我准备的名字，我是想你简简单单，
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，希望自己永远做自己的第一。哎呦，还和《道德经》相关，还一生二，二生三，三生万物。哎呦，其实啊，名字简单一点挺好。嗯，以后考试的时候，别的同学还写名呢，他答到第七题了。丁一，你平常最喜欢什么小动物？跟我们讲讲。小毛仓鼠。为什么会喜欢这一对听起来像是天敌的？对，小猫仓鼠。我爸爸养了一只猫，然后我养了一只仓鼠，然后留给了我哥哥。然后那个仓鼠繁殖力太强了，然后又弄了好几个，然后我哥就送给他朋友去了。我很少听说我有一样东西啊留给了我哥哥，从下往上留还是比较少啊。那家里边你看爸爸妈妈都和和气气的，爸爸要是一种动物的话，他是什么动物？啥都不是。啥都不是。妈妈像什么动物？母老虎。爸爸啥都不是，妈妈是母老虎。行了，不多问了，别问了，问多了是事儿啊。来吧，选择斗智还是斗勇？想玩游戏。想玩游戏。行，来来吧。站到这根线，话筒给我。投三个篮，都投中了呢，就是状元。嗯。第一个没中。嗯。再投。哎，差一点。来，这个。再来。哎，中了。探花。来，丁一成为今天的五颗小探花。到棒棒糖夸关。爸妈可以过去照相。没有面试，不用选拔。现场报名，马上参加。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少儿频道状元棒棒糖。朋友们，感谢您一直关注由广州长隆度假区冠名播出的状元棒棒糖。我们下期再见喽。再见。